我突然有个想法，哎 ，Roblox 可以语音吗？我突然会想要玩 Roblox 哦，然后我想要去跟小学生打嘴炮，我都想要进去当死屁孩。可以的话，我也要。真你要一起来吗？我们梦回两年前，那时候我在 Twitch 的时候，我第一次玩 Roblox。小学生刷妈妈的卡，让我跟尊一起玩 Roblox。对对，应该是那个，就那部。我现在在看这部，在看这部好好笑、哦。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好笑啊？就是单纯的、就是，我一进去就说干，我要打爆小学生，我打爆小学生。现在观众赶快告诉我们一个可以用麦克风呛爆别人 的, 的，还是我们来个开麦克风之夜，我们进去，那有五十几个人在里面、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你要告诉我，我要去啊！我要呛爆小学生。你打开放麦克风之夜啊？但是我头上也没有麦克风啊。哦，要退出去设定。OK， 我只有看到家长监护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哎、欸，有，隐私有一个麦克风和相机输入，使用麦克风进行语音聊天，我找到了。那是隐私吗？然后。隐私有使用麦克风进语音聊天，启用交谈时请遵守社群准则。好、哦，当然，我们最遵守社群准则了。拜托，我们一定遵守社群准则的。我们是个成熟的大人呢，各位，我们是个成熟的大人呢。我们再回去麦克风之夜吗？可以啊，我觉得上来讲笑话蛮不错的。哎、欸，我当掉了，我也当了。完了，有麦克风不让我们进啊，他知道我们不是小学生。对啊，完蛋了，被他发现我比小学生的年龄还要大一倍了。Oh no！ 他不让我进。好，我进来了。哎，继续吗？有声音，真的有声音，再一次，有声音吗？来，我有，我进错，我进错房了，有声音，有声音，我跟刚刚跟老外在狂爆音。哎，等一下，我有另一个办法，我们退出，连线中断，不是我们退出，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开个房间就好了。进来都是观众啊，我要跟小学生玩。哦、对、啊，我不想呛观众，没有，我跟你讲，玩 Roblox 最好玩的不是说我的小学生观众，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小学生。等一下，放我。你怎样？这样？我找到另一个房间了。你去你的主页，然后加我那个好友正在玩那个。主页好友正在玩。有进来。真的，主页真的。中间红色椅子。Hello。哎，挥手哎 ，Hello， 空尼基娃，八嘎，八嘎喽！我每个都在 B B， 哎，这个什么 fan feet，Hello， Hello， frie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alaysia。哦 ，Malaysia， 阿卡卡巴。Kababa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Did you see that Mashu Bamboo? He's my gay friend. Oh, gay friend? Oh my god. Yeah, I'm serious. We are the famous Taiwan gay couple. Thrill or shit? Serious. We are gay couple. Oh, how old are you guys? Third grade. 9 years old. No. He's 20. I'm 21. Is that your friend? Yeah.She's my friend. Is she your girlfriend? No. Friend. A friend. Friend? Really? She's older than me. Oh, you can speak Chinese? Who can speak Chinese? I'm joking. You're joking? No, you're my friend. You can speak Chinese. Yeah. Where you from? Where you from, man? Chinese, speak Chinese. Speak, you know what I'm teaching? Speak Chinese, don't run. Speak Chinese. I don't speak Chinese. Oh, it's okay. We're just kidding. Hey, 怎么记? Oh, okay.可以变动物。哎、欸、，How you turn an animal？ 要自己煮，动物要自己煮。哦，有人说动物要自己。这是煮的，这煮的吗？不是爷爷的吗？不是说他们是一片一片拼起来的吗？动物的话要去那个小服装商店自己找。你去中国人吗？
哎，马马小戴，我是，对，你哪里人？你哪里人？你兄弟？我 I can't speak Chinese. Oh, where from? Where from? Thailand. Are you from Thailand? Oh. Thailand? Yeah. Oh, sawadee ka. Sawadee ka. I know this song. I know this song. Okay. 朋友，我们一起老老。Bro. Yo. I know this word. Jeep. Yes, Jeep. 5 minutes. Bro, come here. I know this word. Okay. 你妈逼。Oh, hey, how to swear in Thailand? Like hui. Hui? Hui. Hui. Yeah. What does that mean? Hui 就是好的意思。哦，好哦。Same like 鸡。哦，same like 鸡。哦，会。聚了超多人，跟国际交流台吗？但是国际交流台突然好多人在讲话。早期的有那个啦，有麦克风可以打架的，我们不要这种房间里面玩。哦，我们早可以打架的。好，我先退。OK, 我也退。他怎么没有打架的？等一下，好像一个不错，这好像不错。好啊，看一下。好，你先找，我也点进来。这种可以打的啊，这种打才好笑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一个小岛上，我觉得我跟你生存的地方应该不一样。对，我跟你不一样哎。哎，我没有地图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对啊，我也不知道哎，我怎么找到村？哎，放我，你转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视角，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建筑物。我这边有个船，我这边有船，我这边有很多船。等一下，你看你对着一下那个洞窟，那个洞，你的视角上洞。好的啦，等一下。这晚上来太快了吧？欸、对啊，怎么突然就晚上了？哎、欸，等一下啊，我说不定知道你在哪里哦。我看有人在水里漂、欸，哎，那应该不是你。不是我，那不是我，我在砍树，我在一个瀑布。你有看到瀑布吗？那有个瀑布。有，我看到了。哦，那我们应该在附近，对，我看到瀑布了。果然跟我想一样。哎、欸，我看到你了。在哪里？哎、欸，你后面有个船在跟你、欸。是你吗？对，是我。然后后面有人在跟你，好像不是有揍你，那个想揍你，那个在揍你，他揍你。哎，我来帮你，我帮你，他揍你，我来帮你。哎，我要friend，Oh no, 我键盘坏了。哎、欸，我键盘坏了。喂，怎样？喂。哦、oh, ，你先修你的键盘。我空盘就不能用。真的假的？我空盘就不能用。坏掉了，大家。啊，我的键盘修好了 ，Let's go, guys。我、哦、这边好多人哦，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看一下你的。我重生，我在沙漠，沙漠。等一下，我看到别人有船，我再去投一艘。好。哦 ，Q 我王国哎、欸，按 Q 我王国，哎、欸，还是我们加一个，还是我们创一个王国？我们加，欸、你还创一个王国？我加你。哎、欸，好啊，创了。你创了吗？本部，你找。哦，我找到，要求加入，有。本部。好，接受。哎、欸，我找到你吗？你现在还在沙漠吗？对，我在沙漠啊。等，我过去，我好像到你，看到你了。你往那骨头跑，我快到了。骨头吗？对。OK， 这是你吗 ？Hello。哎、欸、，fuck you。哎、欸，不是，我不是，跟、欸、不要死，你不要死啊，欸、白痴哦、喔欸！你活着，欸、我不会找到你了。哎、欸，我去帮你抱，撑住，继续跑，他追不上你。哎、欸，来吃，我快到，过来，真的过来，超骨头跑，你在哪里？我快到了，我在往骨头，对，往骨头跑，骨头吗？我在游泳，骨头，哪个骨头？对，知道，一直走，这个吗？你有看到地上超大骨头？右边。你太远了吧！太我要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死定了，我只剩25滴血。我到了，到了吗？到了吗？哪里？哪里？我到了，洗吧！啾啾啾！